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539会员们，大家晚安。8:40了，社长刚刚开讲报告，结果我们 A、B 两组牌抽中 ，A 组牌中一二，好，我们 A 组牌中一二 ，B 组牌中一二碰五尾啊！各位，恭喜各位了。恭喜各位，今天又扳回一局啊！好好睡个觉，我们明天继续努力啊！跟这市场签牌去，绝不会赔钱的啦！我一个礼拜最少都中2次到3次，怎么会赔钱？好不好？啊，赶快加入会员，不加入会员是你的损失啊！各位可惜呀，啊，到过年前可以让你赚点小钱呐，不要想发大财了，赚个小钱就可以了。